大家好，哇！這个新节目叫斋吹啊！我哋换紧布景噶啦，下个礼拜咁我咧呢个节目叫斋吹，其实咧讲唔同嘅嘢啦，有阵时会讲啲案件啦。其实对于我嚟讲咧，呢位咁嘅好有啊天人者 Sky F， 你真系有眼光，呢、這个太王真系。呢个时候我唔讲得啊，侮辱皇室咧，你知唔知好大罪啊？喺泰国咧，因为有一个人咧侮辱皇室只狗啊，坐咗35年。你知唔知噶？我上次讲鬼故嘅时候我已经讲过啦，坐35年啊。而最新啊呢一个，因为修宪啊，即系呢个咁嘅拉隆功先生啊，因为修宪，其中有一个人反对，即系觉得唔可以修宪。判了5年半你啊真系哇、啊、人哋 channel 直播有通知，我系咁噶啦，系啊，我都话系俾人玩嘅，玩到我都静咗啦，所以天人者 Sky 你真系要小心啲啊！呢、這个节目咧，我自己本身咧就想做多啲唔同类型嘅嘢嘅，譬如好似可能有啲神秘学嘅嘢我都会讲，但我唔想做啲好大路嘅咯。咁啊又讲啲话，好似咧我下个礼拜咧我自己谂住，即系咧星期五啦，呢个节目本身星期五做嘅。咁啊因为今个礼拜四星期四咧就做讲埋慢慢经，但系阿俊仔已经同埋我哋嘅推咪都话，哎屋企要食饭，咁啊唔系我啊唔系你。啊，咁啊，睇下俊仔啦。如果俊仔唔得嘅话咧，我哋可能推落星期五、星期四咧，可能调一调，或者呢个节目咧就改星期四做吓。咁、啊、咧就同讲慢慢慢经调一调咯，因为要就系俊仔啊，因为始终家爷仔啦。咁、啊、咧，我想咧下个礼拜咧就讲英国皇室嘅吓，嗰啲立立乱啊，即系你想象唔到咯。但系咧讲咧一个人啊，原来老豆去咗世咧，所谓叫做二世祖咧。吓咁呢个咁嘅拉隆功咧，系做到一模一样。我哋 set 错嘢啊，冇 set 错嘢啊。YouTube 系咁啊，即系时有时冇咯。吓，冇办法噶吓。好似我呢段咁嘅预告改来改去啦，因为咧过去个胃唔争气，咁啊成日好痛。今日咧算好好多啦，因为寻日我10:00多翻到屋企啦。咁我寻日亦都离开网台咧，就去到筲箕湾4:00。咁去到4:00咧，因为咧我之前咧做节目讲过咧，哎，我支持大当家，咁但系冇去到咧，咁啊今日啊，寻日的几心肝，咁啊坐102呢度楼下坐102去到筲箕湾，咁啊特登去大当家咧就帮衬啦。咁对于我嚟讲咧，嗰条咁嘅青鱼好食嘅。但系我自己個人口味咧就偏重啲咯嚇，咁佢嗰只温泉蛋好食嘅嚇，唔係溏心蛋，温泉蛋好食嘅。咁但係咧我自己本身就好中意飲面豉湯，佢好平，但係咧淡得滯咯，即係對我嚟講淡得滯咯嚇。係啊，所以照胃鏡而家冇啊，因為而家我照胃鏡冇乜用啊，因為我做咗縮胃手術。是割了1/5的胃啊，咁啊割咗1/5的胃，所以咧大陆而家嗰条友咧俾人哋割咗个胃，跟住7日死咗之后咧，哇我好吓人吓，对我嚟讲好吓人。咁嗰阵时医生同我讲话，如果割咗个胃之后咧吓，如果生胃癌咧，我都睇唔到嘅，即系照系睇唔到吓，个阴影部位就系睇唔到吓，咁都系咁啦吓，出去再入嚟有两个广告。是啊，睇下尽量啦。但如果太长嘅，咁咪真系冇办法 skip， 咪 skip 咗佢咯。吓，都冇办法噶啦。咁呢个世界系咁咯。咁我想下个礼拜就讲，尤其咧，我好有兴趣。我对英国皇室有两个人好有兴趣。第一，咁啊，梗系唔系查理斯呢个百佳啦。吓，咁咧，我对戴安娜好有兴趣，因为19岁，其实咧佢读书唔叻噶，佢系幼稚园教师，其实佢唔叻。吓，中意细路仔啫。但佢讀書係唔叻嘅，唔係專登揀佢嘅。嚇，咁你揀血統啊？嚇，咁但係問題就係、是，戴安娜王妃有興趣。第二個咧就而家佢呢個仔哈利咯，嚇、啊，即係娶到個咁嘅老婆係咪天才啊？佢老婆啊掛，即係咧掛又唔中意皇室，但係掛住皇室個名咧招搖撞騙。而家直頭出嚟，因為佢簽訂咗份合約咧，同英女王講咗。
我哋咧仲掛住個頭銜都啦，我哋咧政治中立，所有嘅政治嘢唔好提。咁點知咧，佢到美國咧，同阿哈利咧就兩個講，嗱，你哋而家要選總統，佢講嘅標準雖然佢冇講話支持拜登，但係實際咧就係話唔好選特朗普。皇室已經頂唔住，即刻出佢話，哎，可能連鹹頭都要褫奪佢噶啦，哎，冇得搞。而最重要嘅，佢老婆咁有啲人叫梅根係嘛？咁啊唔好用梅根，啊 Megan 啦，嚇美緊啦，好唔好啊？嚇，即係好似霍氏美緊咁，咪好靚咯個名。即係當年啊，即係嗰個女主角啊，叫霍氏美緊啊，啊即係嗰個咩啊？變形金剛嘅女主角嚇，邊個叫梅根咁肉酸啊？係咪喺大陸用音美緊啊，靚好多。佢已經講啦，2024年諗住選足美國總統，是不是很多人驚啊？全靠 Levis 救了他，不是那千幾萬都不知道怎麼搞，拿回割出來的那個位置看看有幾點。是啊，所以是啊，明天大肥不收聲了，星期二，那就是啊，正式開始了，六分鐘了，那啊，都是應該是開始的。今天呢，我們講的朱仁翁呢，哇扎拉隆功，其實日啲泰國名咧，對我嚟講係艱辛嘅，同佢老豆唔同，蒲未蓬，哇幾好聽啊個名，係嘛？所以咧，泰國好得人尊重，就係蒲未蓬。點解咧？因為佢讀書係讀農業嘅，讀漁業嘅，翻到泰國幾十年嚟，每一嗱扶植咧，因為大魚米之鄉啊嘛，扶植農業呢個第一，第二。仲有一樣嘢係乜嘢？政治中立，佢講得好清楚。當我嘅能力，即係所謂叫做君主立憲啦。我嘅能力就係當國家有分裂嘅時候，或者有啲爭議嘅時候咧，我出嚟去擺平件事。因為你哋中，即係咧，你哋相信我啊，知道我點樣對人。而最佩服嘅就係每一次泰國。有咩天災人禍啊？佢都喺度，佢都喺度嘅，同我哋而家呢位泰王哇扎拉隆功係唔一樣。咁哇扎拉隆功咁啊，今年68歲啦，啊咁啊，睇到佢身體健康有型嘅，中意著小背心係咪啊？露臍裝小背心男人，其實佢著呢件衫咧，係最主要同佢第三任嘅老婆有關嘅，而泰國皇室。可以告訴你，他極有錢，他有錢到你們想像不到。尤其哇扎拉隆功，我們先講個背景先。蒲未蓬死了，他本身呢就有一個家姐兩個細妹，那個大家姐就嫁了去美國，然後呢就在美國讀書，讀到博士，不要個鹹頭，我不要皇室鹹頭，我嫁平民。咁啊，嫁咗去美國，皇位都唔使預我啦，我甘願做平民嘅。咁點知咧，結咗婚，同啲仔女咧，唔係離咗婚，你同啲仔女翻去泰國，到今時今日啊，依然有啲人叫做大公主，但係實際上皇室係冇俾翻呢個名銜佢嘅，因為當時佢嫁美國人嘅時候咧，佢講得好清楚，我係唔要我而家呢個封號，呢個大公主。是相對平民的，回到泰國呢，他做了些什麼呢？譬如好像扶貧 去這些，而呢因為他受了美國的民主思想，他是支持泰愛泰黨，他是他信的支持者。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他信是誰，他信是流亡政府，他兩兄妹連埋英六即是前都走了兩個都離開了被票控，但是呢他赤膊上陣，他選總理，這個就是他姐姐，當然啦，後話一陣間講。第二個相當出色的，又是有一個細妹沒有嫁到，這個細妹呢幫而家呢個拉扎拉隆功好多，佢好有善心，佢中意做慈善，做好多嘢。而最重要嘅，佢係一個中國通，佢讀中國歷史，亦都讀好多嘅所謂嘅中國文學。佢可以咧連詩都背得出嘅，佢寫作咗好多本即係嘅叫做著作啦嚇。咁
在泰國啦，當然受歡迎，而他的著作呢，我們香港呢的所謂的中聯都有賣的。這位斯林通的公主沒有結婚，但是這位斯林通呢，他做很多很多很多幫這位拉閘拉，不是，就是這個叫蛙閘拉龍宮，做很多事。而蛙閘拉龍宮呢，他一年沒有兩個月在泰國的。有些人說，喂，為什麼他經常都在德國的？是啊，他真的在德國，他有個行宮直頭在德國，而最新呢還要擴建，不夠住。為什麼不夠住？剛剛好這一年裡面他執了20個妃嬪。這20個妃嬪為什麼咁佢哋唔會叫做妃嬪喎，佢叫女伴，因為泰國係一夫一妻制嘅，蒲未蓬係得一個老婆嘅啫，嚇嚇佢蒲未蓬係得一個老婆嘅啫，佢而佢都受限制，個老豆喺度咪限制咯。佢第一個老婆係咩人啊？係咪啊？佢表妹，我哋一陣間再講，兜翻轉頭。讲紧泰国嘅钱先啦，整个泰国皇室啱啱计算咗430亿美金，430亿美金，4728，3000亿港币啊！吓，咩叫富可敌国啊？而呢个人系根本上又唔会等钱使嘅蛙杂拉龙宫，但系佢依然咧啊喺纳税人身上咧，每一年咧抽大量嘅钱咧去供整个泰国皇室嘅使费。好多人去泰國，咁大家都知道啦。佢一個好大嘅收租佬，泰國皇室咧保留咗好多嘅地，尤其逢係最旺嘅地方，佢哋啲地就係佢噶啦。無論你做咩生意，佢哋都加一腳。頭先我講嘅斯林通公主，大家一定去過四面佛，四面佛呢笪地同埋附近嘅物業。全部都是斯林通公主掛名，你說多值錢？而整個泰國有1700公頃，40000多個租客，有些成棟租，有些斷層租，它是有40000多個租客租約，它做收租佬的。有什麼人是這樣的？日頭瞓在張床上，天上跌錢下來，這一個就是泰國皇帝，多好啊，哪有花得完，每一年收26億港幣，是不是很羨慕呢？生到這樣的樣子，是吧？是不是很羨慕啊？再加上他小孩的時候呢，他去看這個飛機博物館，跟著他呢很渴望自己做飛機師、以為張學友嘛，做個飛機師換上風衣，但是呢做不到飛機師，那就坐飛機了。只是一個皇室，尤其他很喜歡飛機，他買了38部飛機，三部是波音737，兩部是空中巴士，另外還有蘇的，即是蘇聯製的，再加上還有 F5 的戰鬥機，有三隻，額外還有28部直升機，想像不到。而蛙閘拉龍宮成就了所有的錢之後，不單止這樣，如果同比的話，他是比文萊皇帝，大家都知道文萊所有人都不用做的，留學不用做，起屋不用錢、文萊皇帝他的身家只是得他1/5，他比這個沙地阿拉伯的國王，他的人即、就是他的錢只是等於蛙閘拉龍宮的1/5，他是全世界最有钱的皇帝，亦都是最有权力的皇帝。是啊，做皇帝有权力的，他就是最有权力的皇帝。阿斐中秋是不是有约会？
我哋两公婆参加，我两公婆都乜都唔识参加个会，我应该点样做先得？我哋老人家，一阵间先讲啦，咩约会啊？我唔知吓，系啊。佢真係日日打飛機嘅，即係咧你諗唔到咯嚇。呢、這個十世嘅皇帝係啊，聽日大飛唔收聲，你想象唔到錢多到咁樣，我都話啦，得一個字形容詞，日頭瞓喺張牀度，啲錢喺個天度跌落嚟。呢、這個人咁誒好權喺爸爸喺度，佢眼中及住佢係咪啊？最主要亦都因為有個好細妹，其實。斯林通是有权，即是大家即是因为他已经除了个皇位了，斯林通是有权跟他争皇位的，因为去到蒲眉蓬的时候，他觉得哇杂拉隆功他不得，这个是花花公子洗脚不抹脚，他定了一个规矩，就是说女人同等有继承权，他希望斯林通呢能够顶住，但是怎知斯林通说我不做皇帝，我让给这个哥做。所以呢点解刚才我所讲的四面佛啦、啊、各样嘢全部呢呢啲租呢都系俾佢收。回报返俾个细妹啦。当然我哋亦都知道泰国皇室好多嘅百货公司系嘛，我哋见到好开心嘅 Siam Center。即係新暹罗中心或者暹罗中心啦，地铁站一定有啦 ,S 字头嗰间大量哇杂拉隆功嘅即係皇室啦，占 26%。即係啲钱真係多到唔識使，最但係佢一样接受啊，即係政府嘅资助，所以觉得好开心每一日。因为钱从来都不忧，自己的钱都不使不晒，还政府补贴你的。那这个就是哇杂拉隆功。我们今天讲当然啦，五个四个老婆五个，即是头尾五个啦，实际女人呢就无数。第一个结了婚两年就离婚。这个不是对不起讲错。第一个是1977年至到1991年。是他表妹来的，有血缘关系。那郎才女貌啦，因为不靓嘛。即是个表妹不是很靓。那拍得住我们这个即是太皇啦。但是第二年呢，这个太皇呢已经看中了一个14岁的女仔。这14岁的女仔呢就是跳舞的。甚至呢就是出 show。那当然不是跳艳舞那个啦。嗰、那个排第三，第二呢个呢佢本身呢拍广告，佢睇中咗佢，招咗佢返嚟，然后呢收埋佢，因为泰国系一夫一妻制。泰王喺度蒲眉蓬佢就一夫一妻。所以唔能够张扬，佢收埋咗呢个女人十几年，直到同第一个老婆佢表妹离婚。他们两个才真真正正结婚，1994年结婚，1996年离婚。为什么离婚？这个女人很巴闭，跟她生了四个仔一个女，哇好生养。但是一结婚一搬入皇宫之后两年就情变。情变就是因为第二个这个皇后呢，她喜欢了一个海军军官。海军军官呢被他踢爆了，即是你呢不忠偷情，那怎么办？褫夺了你所有的地位，什么都不给你，还要你流亡海外，不能够回来泰国，免得影响他的声誉。但是还有什么声誉啊？这个人对不对？好好彩，四个仔一个女，最小的女是蒲眉蓬最喜欢的，即是蒲眉蓬不舍得她。这个女即是二公主啦，好锡佢，天分好高。其实呢，佢两个女啊，即是而家喺度喺身边呢两个女，个个都好劲。个大女即是第一个，即是个表妹生嗰个啦，今年41岁，佢呢野心好大，做嘢好叻，咁读好多书，咁好多皇室啊，好多嘅权力都喺佢手中。
吓，有好多人话佢系未来嘅继承人，而呢个二公主佢冇呢个野心，但系咧佢好得蒲眉蓬欢心，所以蒲眉蓬好锡佢，佢有天分几样嘢。第一，骑马喺东亚运嗰度曾经自己骑马马术希里公主，佢攞过第二。打羽毛球喺东亚奥运会，即系东亚运动会。咁啊，团体赛攞个金牌，佢从细到大咧，佢都话：哎呀，只要咧我一攞到呢啲咁嘅奖咧，我就会走去见，即系见阿爷啊，揽住佢咧，俾佢睇啊，好开心。直到最近一次攞奖，蒲眉蓬离开咗啦。佢得奖嘅时候咧，佢系咧将蒲眉蓬张相咧摆佢嘅心口嗰度去领奖。呢、这个人好锡个阿爷，难怪个阿爷咁锡佢。而佢自己好細個嘅時候咧，已經做自家品牌。佢個品牌咧，去到巴黎咧，直頭係搞一啲叫做 show。咁咧喺巴黎咧，亦都有啲時裝雜誌介紹佢咧，就話希里公主呢、这個就係佢嘅第二女。大女係一個好幹練嘅人，今年41歲，有野心嘅人。第二女講明我對皇位冇興趣啊，你真係唔好預我到。第三個，我哋西拉米大家好熟悉，點解熟悉啊？喂，好性感啫，同隻狗過奢華英國酒店係嘛？泳池邊啊，除曬衫係咪？淨係著條 T pad， 哇！行出嚟，其實咧佢嫁咗俾瓦扎拉隆功咧有段時間嘅13年。呢、這個女人咧，佢本身係跳艷舞出身，冇錢。但是呢他知道没钱，他在一些宴会那里跳艳舞的时候，瓦扎拉隆功看中他，样靓身材正，我讲真的，看了这么多相，他真的喜欢那些女人，是摆出来是叫做靓的，第二个老婆和第三个，大那个和现在第四、第五那些真的不入流了，第三这个跳艳舞的时候被他喜欢了，又是收埋佢，系啊，收埋佢，因为一夫一妻，吓，直到啊，即系可以有啲声气啦，啊，咁啊离咗婚再娶啦，咁当时都仲未叫做真正嘅皇后啦，叫做贵妃啦，咁娶咗，其实呢啲名义有咩用啫？一夫一妻噶嘛，啱唔啱啊？一夫一妻。吓、啊，推荐一本三毛作品，咁唔使啦，吓、啊，咁永远都系哭泣的骆驼啦，系咪啊？讲埋啦，佢对呢个老婆好好嘅，其实佢好锡佢，系噶，结婚10多年，当然佢出边女人无数。但是呢从来对这个女人都是好好的。她即是有女就贵了。她老豆老母啊阿哥兄弟啊全部入晒皇室的生意里面，然后就再搞外判。那呢搵好多钱。这个女人她亦都明白希拉米。她知道如果西拉米如果她不马住这个皇帝的话，她可能、啊、就乜都冇打回原形。卒之在很多慈善show派米啊做出来，人哋个个叫做乜嘢平民皇后。哇，好啊，平民皇后是咪咁，但是到最尾呢啲相漏咗出嚟，同埋嗰段影片就係话着住 T pad 同隻狗生日。其实我哋而家呢个太皇係有份㗎嘛。佢在场㗎嘛，佢係叫人拍㗎嘛。但係只不过话呢段影片漏咗出嚟，一漏出嚟。当时泰国大家都记得比较多人游行示威。最乱嘅时候呢位太皇嗰陣时未系啦，嗰陣时系太子啦。吓喺英国搞啲淫乱派对顶唔住。啊皇室包括蒲眉蓬。整个嘅所谓嘅新闻界啊、朝政啊，全部都反对。其实始作俑者就系拉隆功先生，瓦扎拉隆功先生。
咁我啲揾个替死鬼噶，系咪？喂，全世界反对我，我仲要做皇帝噶，我老豆仲未死，卒之呢个西拉米翻到去泰国嘅时候，就话佢不忠。当然佢系冇第二个噶，而更加嘅就系佢老豆老母全部落获判坐监，话佢哋咧借皇室名义咧出去收钱，将佢所有嘅咸头全部都冇晒，然后仲要佢剃光头做尼姑，唔俾见佢嘅仔，更加啊去一啲叫做即系咧睇落去好似烂屋咁啦吓，咁到今时今日都仲在生啊吓，咁褫夺咗佢，将所有啊即系闹我嘅嘢唔关我事。是他啫，摆到明个镜头在里面是有他的。所以我就觉得这些这样的皇帝他是做什么的呢？是拉闸挖龙宫，连做一个男人的担当都做不到。当然我不是泰国人，哎呀大佬，使不使去泰国很紧要啊大佬。咁你怎样做呢？当有事的时候拱晒六个女人身上，而呢个女人最惨嘅就系屋企人真系唔系家道中落啊，家破人亡。佢而家仲要剃光头，个仔就跟你，仲要唔俾我见。而呢位嘅提邦公王子今年15岁，应该16噶啦，计未？佢咧就系好老实嘅，读书过得去，喺德国读书，一早送咗佢德国读书。到娶第四个老婆，即系而家我哋嘅皇后，呢、这个就巴闭啦。呢、这个皇后咁诶，因为佢宫心计啦、甄嬛传啦，乜都讲。其实咧，讲来讲去就系两个女人的战争，究竟边个赢边个输，到而家生即系都未知道。最主要嘅就系本身啊，佢究竟能够企得几耐？而最近咧，好似呢啲泰國啦，唔係呢啲泰國啦，而家疫症好犀利啦。咁我哋泰皇第一時間去咗邊啊？德國，去德國包一間酒店，有温泉嘅四星級酒店，包20個妃嬪。之前係一夫一妻制，哇，蒲眉蓬瓜咗咯，咁仲唔嚟咩？一定嚟了啦，所以就有咁多人。佢係好勁嘅，佢個皇后。即系而家现任皇后仲系啦，希望继续系啦，吓叫苏提达，佢本身咧就是一个空姐，咁又系睇中咗啦，咁啊书都读得多嘅，咁啊走咗去做侍卫啦，吓即系做军啦，即系当兵啦，咁由上尉去到将军，跟住咧俾我哋呢个拉闸威龙宫睇中咗，就招咗佢做近身侍卫，到最后尾搞掂埋。去到30-40岁啊，先娶佢，系要等蒲眉蓬两脚一伸先至娶佢。呢、这个人咧真系苦尽甘来，但系亦都讲俾你听，呢、这个女人唔系省油灯。佢上咗嚟，第一时间笼络两个人，第一个就系大公主41岁嗰、那个，话好犀利嘅，对。权力对自己要求好高，管得好严。第二个就将第三，即系咧西拉美个仔迎嚟身边，凑佢，对佢最好，教养佢。当然啦，呢、这个西拉美嘅仔咧，佢本身咧即系根据形容啦，系比较淳朴一啲嘅，即系样样咧好有礼貌。甚至咧见曾王嘅时候咧，会成对世间上咧好多嘢好似认知唔系好够咁。咁但系皇后叻，因为有人传佢啊，传佢未结婚嘅时候，因为佢仲未系皇后，喺泰国系一夫一妻制，佢出边系有个仔私生仔，咁咧而家6岁啦，啱啱迎入皇，即系迎翻入皇宫，但系喺拉闸拉龙宫里面，佢认定咗两个人系皇位继承人，一个就系41岁个大公主，一个就系呢一个王子，呢个太呢个王子，因为未封。
拉拢个大公主，睇住个细王子，由头到尾都渴望就系个细王子能够做皇帝，因为佢都明白嚟到呢啲位置，皇后唔易当，尤其明争暗斗嘅嘢实在太多了，而同一性质、同一时间嘅就系、是、有嘅斯丽娜，斯丽娜喺佢当选皇后嘅三个月之后。就封为皇贵妃，是啊，皇贵妃。在中国最出名的皇贵妃，清朝最出名的那个是谁？那个皇贵妃当然是宁妃魏璎珞啦。但在泰国呢，从来有贵妃，即是之前的时候，未一夫一妻制的时候，都没有皇贵妃出现过，只有这一个女人称号是皇贵妃。在册封她那天，大红大紫走出来力压皇后，啊咁啊，皇后收声，摆到明好似贤良淑德咁，啊，甚至争功，去到边度咧，样样要第一。卒之做皇贵妃之后，86日抄家，褫夺封号，话你对佢不忠。其实所谓不忠，泰国人唔系话你出去搞鬼搞马，或者你有第二个，而系你唔服从。仲有啊，对皇后不敬，咁你梗系打好多毒针啦。呢位啊，斯丽娜出咗皇宫，甚至要坐监，系判坐监两年啦。嗰、那个监狱系出名嘅女子监狱，20,000人，佢哋咧一间大房系冇床嘅，全部瞓地下。咁嚟过，有啲传闻话佢死咗添啦。吓咁点知一个屈未十呢一个疫情大爆发，而个皇后谂住胜券在握，乜都喺我度，将个敌人铲除咗。呢、这个敌人即系讲紧呢位皇贵妃，其实系同期出身，大家都系护卫嚟嘅，即系大家都当兵吓，英姿飒飒啊，大家都系。皇帝的近身，即其实你应该是姊妹情，但原来不是，他就是你的竞争对手。卒之赢了一年，但是讲认真，其实两个都不靓，你温软纯良都好，日日都有新鲜的，哪一个才可以留住、啊、即我们的哇扎拉隆功，这个才是重点。去到德国避疫的时候，咁全世界都知道我哋呢位太皇系咩料啦？花心女68岁，以为自己好烟系咪先？行出嚟几有台型啊！大家都睇过佢啲片，带20条女去德国啊，一间温泉酒店包咗，咁113个侍从，20条女，咁好快活，好开心。咁样过，而个皇后喂唔好阻你啦，唔通我日日同啲靓妹同你争宠咩？点搞先得噶？啱啱啊！所以咧，佢索性咧就冇跟佢去，但系避疫系嘛？泰国疫症咁严重，冇理由仲留喺度嘅。卒之咧同佢分开住，佢同埋个小王子，即系佢凑嗰个咧，吓15岁啦，今年搬咗去瑞士。在瑞士酒店，咁啊，顺便咧就督促啊提邦公啊呢、这个小王子嘅功课，用呢个藉口唔好同太皇喺埋一齐。点知唔系佢就风流快活。其实咧，德国有限聚令噶，亦都有宵禁噶，佢唔理，我都包咗间酒店咯，我中意点咪点咯，系嘛？再加上佢好中意着住一件小背心，呢件小背心系边度嚟嘅？就系佢第五个，所以皇贵妃最中意嗰件，佢好中意着呢件小背心吓。佢两个系情侣装，即系我哋呢个系标志嚟嘅。事隔咗一年之后，竟然。在8月29日，一部波音737飞机凌晨
咪即係咧朝頭早啦，5:20起飛，就將呢一個廢飛坐監嘅未滿嘅坐咗一年監，應該坐一年嘅，接翻去，直頭飛去德國，飛去德國唔緊要啊，赦免咗你，咁啊俾你重新做人啦。哎呀，一夜啊一夜夫妻啊百唔係一百日恩啊百日恩，咁冇問題啊，哎都放過佢，但係唔係急送，直接。即係啦，飛機餐啊，大家都明啦嘛。哇，飛機餐啊，斯麗娜直頭一飛飛到去泰國，咪去到德國，去到德國，太皇親自接啊！你話掛念之情幾重要啊？哇，真係有先天秘訣呢個女人，唔係講笑啊！我唔喺酒店等你啊，我唔係原諒你咁簡單，我係嚟接你，而接你嘅時候依然啊。十几套衫洗咗百几万，送咗十几套衫，即系你装身啦，你嚟到啊冇乜件靓衫着，但系斯丽娜净系要求一件白背心。咁近期大家就睇到啦，喺德国商场嗰度，斯丽娜同埋呢个哇扎拉隆功两个重演一件非常有型嘅白背心情侣装。唉，一讲起。好彩食饱饭，亦都你大家都知道太皇嗰件白背心啦吓，啊咁短噶嘛，系嘛个肚脐打出嚟，好似啲女人嗰啲low cut咁，哎真系非常性感吓、啊，即系你想象啊似入场系啊，所以泰剧啊，泰剧睇《天生一对》啊，好好睇，《天生一对》咧系2018年嘅剧嚟噶，好好睇吓，真系嘅。如果睇泰劇嘅睇《天生一對》，勁咗推介先，跟住下要有十零部推介嘅。呢位太皇係咪好堅呢？哇！蘇提達個皇后震個貓王啦！喂，咁辛苦打擊個對手，以前大家喺軍中嗰度唔你來我往啊，咁辛苦啊，87日啊做皇貴妃就剷除咗你啦啊，眼中釘肉中刺，一年。出翻嚟，你唔好忘记喎、哦，个太皇已经有咗20条女喎、哦，仲系喺同一间酒店住、哦。喂，要乜有乜啦，年青貌美，要身材有身材，点解一年后仲要接翻呢条女翻嚟，仲要对佢咁服侍，仲要哇两个情侣装出现？其实如果咁样讲。呢、这個太皇都唔係咁撲街啫，啊大不敬啊死啦，要去泰國死啦，唔講得唔講得，哎對唔住 ，sorry 嚇、啊，因為而家好重要。呢、这個太皇點解啊會中意翻呢個咧？其實最主要就係有另外一個女人，呢、这個女人叫歐拉隆，歐拉隆根本上就係以前咧就服侍斯麗娜嘅。佢好多嘅場合，佢見曾王又好啦，佢封王貴妃都喺佢身邊。咁點知咧？啊，佢做咗即係大公主嘅女秘書添，曾經。你話幾勁啊？呢、這個女仔都唔係省油燈，呢、這個女仔就係20個，即係女伴又好，妃嬪又好啦，其中一個。而呢個女仔咧，係當然靚過斯麗娜啦。真系阴功啊！即系其实男人样咯，我唔知道，即系哇扎拉隆功啊，睇过咁多个，佢四五个老婆啦，啊连埋六个啦，其中个三个系男人样嚟嘅，吓、啊、最中意短头发嘅，佢唔系中意长头发啊，即系全部都要啊喺当兵啊英姿飒飒啊行出嚟好有台型嗰啲嘅，吓、啊、咁奇怪嘅，甚至呢个斯丽娜，你话佢靓，你自己睇下，系咪男人样嚟噶啦？系唔系有多少性取向问题？但系又唔好即系多话晒啲皇帝，揾翻个似男人嘅男人样咧吓。呢、這个我真系唔够胆肯定。如果唔系，冇理由20条女你都搞你唔掂嘅，都仲要呢个出现翻。咁啊，传闻啦，呢一位多谢呢位欧拉隆咧，佢用咗好多手段卖咗去
太皇身边，然后不停同佢叫做咩啊枕边风。其实呢啊施丽娜好好噶，佢咧只不过都系中意你嘅啫，你俾个机会佢啦。不停喺佢面前讲，其实呢位欧拉隆都系一个得宠嘅女人。究竟系施丽娜放喺佢身边啦，定点？呢个唔知道。但系而家我哋呢个太皇已经咧一架飞机包机，将呢一百几十人、百几人咧全部翻翻泰国。因为咧，虽然咧佢避疫，佢其中有一个嘅人，即系个侍从，濑咗嘢，有而家呢个世纪大疫症，咁横掂都系啦，咁啊翻泰国啦。咁而最重要嘅就系嗰个皇后，皇后有两张牌，第一。买两边大公主啊，同我友好。第二个小王子喺我身边。如果我有咩事，或者因为太皇已经68岁啦，佢后生过二十几年，27年。佢话如果你有乜嘢，只要两个继承人都同我好嘅话，我呢个位就唔会走。更加重要，好渴望就个小王子，因为个小王子我带大噶嘛。我就是佢，等于佢亲生嘅阿妈。虽然佢亲生阿妈啊被贬咗出去，到时啊执佢翻嚟啊揾个藉口。如果太皇两个新嘅，咪执佢翻嚟，咪等佢哋啊母子重聚。但佢已经系平民嚟噶啦嘛，冇咗封号吓、啊，分分钟赢面好大。当然啦，其实佢有一个6岁嘅仔，最近咧都已经咧回归翻去嘅。而另外呢一个所谓施丽娜，佢都有个女。但是因为一夫一妻制的问题，是没有接回去皇宫，直到哇扎拉隆宫做皇帝之后，想着有安排，跟着就废妃。一个有仔，一个有女，那个皇后又买了下去啊，将会最有机会做太子。如果买另外一位 大公主，权术很厉害的，又买了在这里。所以呢，这个苏提达呢赢面是占先一点。但是如果讲喜欢的啊，咁你大佬都是啦，咩边一个得到皇帝的欢心就边个赢的啦。咁啊施丽娜呢张面又好像高一点咯。一个男人啊，即是不务正业。点解我哋会讲拉隆功出嚟讲，因为呢个人权力啊，因为佢知道咧，佢自己本身咧系唔应该做太皇啊。吓，佢比大公主即系佢家姐同佢细妹都不如，但系个细妹放弃咗皇位咧，支持佢去做。而个大家姐翻咗嚟，亦都从事政治。佢相信就系他信，佢入咗啊太外太党，佢出嚟选总理。当时咧，好多人话：喂，佢民望好高喺泰国，好容易赢。咁点啊？大公主就同你讲：我系一个平民，我冇皇后皇，即系我系冇皇皇，即系冇皇嘅称号啊！我已经当时我嫁老公嘅时候咧，我已经褫夺晒噶啦，我冇呢个皇帝嘅，即系皇族嘅称号，无谓加嚟，所以我可以有权选总理，但系。哇扎拉隆功不肯，卒之他说你都是皇室的人员，你不能够参与政治，将他踢走了。跟着太外太党真是寿终正寝，打压到这样。而在2017年啊，即是蒲未碰两脚一伸的时候，这位哇扎拉隆功第一时间就拉了。因为呢最主要泰国所谓君主立宪、啊、做什么，刚才我一开头做这个节目已经讲是要靠、啊、有争执的时候，有不和平的时候，太皇先出来解决的。为什么哇扎拉隆功好像权力不同呢？是跟军方勾结，在2017年呢立宪改宪法，君主立宪不行。现在他手上逢是关于皇室管理的财产，
佢所有嘅出游，佢所有嘅嘢全部免除政府簽名，以前係要兩個人簽名嘅，即係太皇簽名之餘，都要政府或者首相啊，部各部門一齊簽名，而家唔需要。跟住增大咗嘅權力，當然啦，有軍方啊，即係咧巴育呢啲咧去支持佢，修改咗佢，而大家唔好忘記，佢由佢啊，做太子开始，2006年开始啦，佢喺佢嘅使费使咗超过10亿美金，咁有钱10亿唔多钱啦，但系真真正正使10亿美金。喺2016年咧，曾经出咗份使费，就系佢同啲侍从啊吓出埠去玩，净系 cam 咗几多钱啊？3000几万港纸，但系3000几万港纸唔系全部喎、啊。呢个是政府要负担他的钱的、啊。只不过半年使了泰国政府3000几万港纸。这个不是全部。哇扎拉隆功用其他的方法补足了他的使费，总数7800万。是不是很惊人啊？啱啱啊，我们都不识怎么做。呢啲皇帝其实系人都识做咯，呢、这个真系人都识做噶，啊，我都唔知道。呢、这个咁嘅太皇啦，权力揸喺手，所有嘅使费食人民嘅，过去呢个疫症呢10个月里边，泰国。几千万人啫，而家系有1000万人失业。你有啲片段，直头喺网上揾到泰国人去金宝排队，唔系买金啊，系泰国人，尤其潮州人啊，即系华裔嗰啲啊，个个都买金噶，去卖金啊，系过唔到个日子。但系。当泰国有事的时候，这个人竟然不在泰国，是从来都不在。他一年呢是只有2-3个月在泰国而已，长居德国，因为那里有个行宫。现在呢跟政府，即是泰国政府呢申请钱去扩建他这个这样的行宫，因为他多了20条女，不够住。但是泰国有1000万人失业、哦，他不是14亿人有1000万，他几千万人有1000万人失业。那你就明白为什么现在泰国示威是这么厉害。为什么这么多学生出来反对他，有、啊、三大诉求啦，他们跟、啊、这个饥饿游戏罗伦斯珍妮花样啦，三大诉求啦，第一是什么？他们要求就是废除君主立宪，一就废除了个皇帝，他不要要了。第二，限制、啊、即是不要资助皇帝的使费。第三是最重要的，就是批评，即是容许人民批评皇室。我之前讲过，有批评皇室的人会失踪的，在泰国。而最重要的就是因为一只狗，只狗收养咗翻嚟，咁咧佢有病，咁啊医好咗，太皇好开心，跟住点啊？跟住咧就帮佢出本书，就讲呢只狗仔嘅故仔，咁啊卒之俾人批评，批评嗰个人被拉坐重判37年。头先我哋都讲佢太大洗啦，君主立宪即系改宪法嘅时候咧，有个人啊出嚟。讲是记者来的，重判5年半。这个就是现在我们的太皇，过去太皇大家都知道的，最得民心。那也有一个传说，之前讲鬼故讲过，讲过一个传说，就是诅咒的时候讲过，林杰美也讲回这个诅咒。
這個太皇真是太出色了，太過出人意表，他做的事你沒有辦法想像，是花花公子68歲。當時我們去泰國一定會去過湄公河畔的鄭王廟。鄭王是一個泰國人，即是嫁一個泰國女人嫁給一個潮州人，他有潮州血統。他那時緬甸有士兵入侵，他呢就帶領泰國人民打贏了這場仗，所以呢他就被就封為泰王。做了皇帝之後所謂的拉馬一世是他由小玩到大的人。跟住回朝的時候他年紀大，趁他捉了他霸佔了個皇位。當時拉馬一世他說，即是這個傳說，泰國皇帝的血不能夠滴落個地下度嘅，所以咧佢揾個黑嘅袋、黑布嘅袋包住咗鄭王爺，然後亂棍殴死佢。這個故仔咧，我之前講過。而家咧，你喺舊即係大皇宮啦，出邊咧騎住馬嗰個就係鄭王爺嚟嘅，係直頭指住佢。而所謂嘅玉佛節、玉佛子啊，好多都係我哋鎮壓鄭王爺嘅冤魂嘅。他因為他臨死的時候他講過，是吧，拉馬十世即是九世而亡，即是奪我皇位者九世而亡，即是說拉馬王朝由第一世開始去到第十世，十世就已經最後一個皇帝了。那你就看到印證回是不是呢，過去蒲眉蓬哇積落所有的善事，所有人的景仰來到這個太皇那裡是什麼都沒有，甚至有學生直頭現在超過5-6萬人日日在這裡反，就是反你。現在太皇視而不見，彩你都有味，但是因為他在德國嘛，近期避疫翻咗嚟泰國，會唔會落重手對付學生？真係唔敢講，因為所有學生一定有佢嘅純正性。其實佢哋要求啱噶，係咪先？嚇，過去點解你要修改憲法？以前蒲眉蓬好好地地噶，咁點解要修改憲法？點解要咁樣咧？泰國係有民主嘅，佢係君主立憲，你見唔到英女王係咁。你見不到西班牙做皇帝是這樣，當權力無限大，蒲眉蓬在世的時候限制了他，所以他外面怎樣搞到都還有節制，但是蒲眉蓬兩腳一伸離開的時候，我立刻找20條女陪我哥，是不是改憲法搞定了大家姐，你麻煩，你有民心麻烦，其实就是因为权力没有弱制，当然最主要是有巴育这个军政府。如果没有军队的互相即是利益输送的话，他要修宪都不得，就是因为有军政府即是军队 去顶住，令到泰国人没有say，所以才有今时今日这些事情发生。所以泰國防遵術法，我冇啊，唔緊要嘅，揾幾個佛牌啦，或者揾屍油啊，或者標個古曼童啦，所以咧，我哋做呢個啦，我呢個節目其實咧，我改咗個名叫齋吹，即係任我講啦，即係中意講乜咪講乜咯。其實講多啲奇案嘅，下個禮拜咧，我想講我哋嘅哈利王子咯，係咪啊？唔係即係想講英國皇室啊。是吗？回归了这么久了，我想很少人还会讲英国皇室的。我想下个礼拜呢就开始讲戴安娜啦，当然啦，英女王啦，及其妈妈啦，太皇后啦，当时二次世界大战的英勇事迹啦，英女王啦怎样做定海神针啦，亦都在脱欧上高呢做了出色的表现啦，希望呢就
即係大英帝國嘅餘暉仲可以餘蔭啦，啲仔女嘅不孝啦，戴安娜嘅王妃咧嚇不幸福啦，仲要生到一個非常出色嘅仔叫哈利啦，嚇跟住佢嘅個老婆美瑾啦嚇呢個極不合格噶啦，咁咧我諗住下個禮拜五、禮拜四啦，禮拜四做嘅呢個節目，本身係星期五嘅，我預咗。不過咧就上個禮拜呢兩個禮拜咧就唔舒服，咁啊改下個禮拜四。點解禮拜四咧？因為冇講埋慢慢傾，慢慢傾要調星期五，要就阿俊仔啊，即係唔係今個禮拜四啊？對唔住，我講錯。今個禮拜四嚇，咁咧我會再做多集齋吹嘅嚇，因為咧其實呢一集應該係上個禮拜做嘅。咁咪改今個禮拜四，因為今個禮拜四講埋慢慢傾咧，就要延續到星期五，因為嗰日咧阿俊仔咧就要做節。所以咧，我哋會喺嗰度再繼續嘅講下事頭喎，係冇錯，下個禮拜就講事頭喎，夠鏡真買下嘢啦。好，你記得99蚊樽蘋果果膠，3樽包郵，對心腦血管、腸胃、記憶、血糖非常有效。咁啊，希望大家啦，3樽99蚊一樽，3樽包邮送洗即洁手液。而呢条系红马路8mm，咁咧就有金珠嘅实金500蚊条，冇实金嘅128蚊，好多种款式啊，都系呢个价钱。你可以改10mm、12mm嗰啲价钱，我哋可以网上倾。而所谓嘅紫水晶就贵啲，因为来价贵啲，168同埋550蚊都系实金。条金链系银嘅，啊包金，咁咧就呢个金吊坠咧就实金嚟嘅，可以溶得噶啦。咁亦都有26个字母，啊 A 至 E set， 咁咧最肥嗰个 W 同 M 就407蚊，其他就307蚊。咁希望大家可以支持嘅，啊，救人啊，斯人民，其实咧乜嘢都假嘅，人民最大，唔理你做乜嘢领导人。有冇民主有冇成，只要你觉得人民最大，你就谦卑咯，谦卑谦卑再谦卑，呢、这个就系当政者嘅应该有咯。你睇下英女王就知道，系咪啊？啲衫年纪大，着来着去都嗰啲啦，情愿补衫，补衫啊！英女王，你就知道。怎样真正可以令到整个国家安定？英女王是做到，他日王是做到的，文莱皇帝都做到，甚至不丹皇帝最近包二奶 啊一个可以放弃皇位啊，即系极权嘅，自己要修宪嘅皇帝啊，一个所谓最圆满嘅童话啊古仔啊，年纪大嘅时候见到而家嘅皇后，咁啊中意咗佢，好似同样式咁，两个好似啊神仙夫妻，卒之近期，不丹皇帝竟然搞外遇，所以咧有阵时真系好捻好，唔系对唔住讲错，好难讲咯。咁所以下个礼拜咧，我哋讲讲咗皇帝先啦，其实咧我有一系列嘅，因为我本身咧有宋朝嗰单案咧，好同埋唐朝嗰单案我好想讲，而喺英国有单谋杀案我又好想讲，不过我想咧陆续咁样讲，呢、这个节目就叫讲嘢，咁咧后边个 bad job 咧就会转噶啦，希望大家支持啦，咁啊多啲讲一啲啊即系趣味性高啲嘅嘢啦，做到呢度同大家讲。